永续集团包场员工旅游，去宜兰三天。嗨，今天是几号？6月17日。好，6月17日，我们永庆的永续团队的台南五店的联合旅游，非常开心，今天是第一餐。第一餐，对。那接下来的行程，我们今天要到九份去逛老街，希望大家玩得开心。谢仲伟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您按赞和订阅是我创作的动力。